打少，阿丢准备拨了一下，结果台啤成功的防守，这球被吹犯规，变成是台啤的反快攻，小人站起来，身高差距快30公分了。哇，这个扎扎实实的一个火锅封盖。这是非常尴尬，当你外线不稳定的同时，这个很辛苦。郑伟收球挑战进去，滚了两三圈，滚进了，哦，还有加罚机会。阿英的进攻，哇，又被简伟如给抄走。戴维斯又一个秀团，双手扣篮。在湖里持球，面对周柏轩的防守，把手 over 之后杀到台底下 ，N1 净算加罚。哇，赫夫在超过200公分的一个身高，而且还有这样的机动性，他所有的发动都是从弧顶的位置开始发动。因为从弧顶位置发动的时候，当他切入对方来包夹的时候，他分球。你看这球没有包夹的时候，他一路杀到底来在篮下的取分得分。那另外每场比赛还有1.5次的超截及2.3次左右的助攻，非常的全面。篮筐篮架都在晃。再看一次，哇，第一拍没进，就在这个下，哇，你看一看，太好了。